你是大卫，大卫。这是辣椒，辣椒。这是牛排，这是热狗。我们看，大卫喜欢吃牛排吗？喜欢吃热狗吗？大卫喜欢吃辣椒吗？怎么说？听老师，我不喜欢吃牛排，也不喜欢吃热狗，最不喜欢吃辣椒，最不喜欢吃辣椒。跟我读，我不喜欢吃牛排，也不喜欢吃热狗，最不喜欢吃辣椒。好，很好。现在我们看视频，看看乔治喜欢吃番茄吗？喜欢吃生菜吗？喜欢吃黄瓜吗？喜欢吃番茄吗？我很喜欢，爷爷。乔治，那你喜欢吃番茄吗？讨厌。乔治他最讨厌吃番茄了。好吧。那你们喜欢吃生菜吗？我很喜欢，爷爷。讨厌。乔治他也不喜欢吃生菜。哦天哪，我的花园里一定有乔治喜欢吃的。你喜欢吃黄瓜吗？难吃。乔治不喜欢吃黄瓜，不喜欢吃生菜，也不喜欢吃番茄。唱一唱 rap， 听听老师。我喜欢吃面包，也喜欢吃香蕉，最喜欢吃饺子。我喜欢吃牛排，也喜欢吃热狗，最喜欢吃奶酪。一起来，跟老师一起来。我喜欢吃烤鸭，也喜欢吃汤圆，最喜欢吃草莓。我喜欢喝牛奶，也喜欢喝咖啡，最喜欢喝豆浆。